喉咙卡卡难缓解，检查结果吓坏众人。50几岁的阿姨，常年的喉咙卡住，看过耳鼻喉科，也都没有办法把她的这个喉咙卡全部医好，所以她后来就放弃了。她就大概8、9个月、10个月都没有去看医生，后来很不舒服，跑来看肠胃科了，照了胃镜，胃食道逆流通到这个喉咙，食道那边就是已经被灼伤到都烂掉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